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酸酸吗？有点抓狂吗？飞碟有一点。一点十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今天来到了12月4号，我是玛丽。今天哥哥不在家，就我一个人。Travis Japan Level Up， 在星期的第一个小时呢，一样会为你送上 J-Pop。然后呢，在今天一开始一样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关于我们飞碟空中义卖会。今天呢，我们义卖组合是 Blue Seeds 福同源的腾龙财富精油福袋已经全数销售完毕了。那这一次义卖所得呢，福同源会全数捐给台湾代用课程协会，来帮助花莲偏乡孩子的艺术陪伴计划。那这一次呢， Blue Seeds 福同源一样有提供相同的优惠价格组合，所以呢，如果你早上义卖没有抢到，没有关系，你也可以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哦。咦，安娜，我上礼拜开箱那个精油跟喷雾，现在到底去哪了呢？
如果呢，你也想要帮助这个台湾代用课程协会来帮助花莲偏乡孩子的话，你想要小额捐款，你也可以上台湾代用课程协会的网站来查询咯。顺便提醒大家，明天我们的义卖会持续会进行，那明天我们要义卖的商品是领航生技提供的领航双效舒敏菌，还有领航益智宁母乳精神菌各一盒哦。所以如果你是领航生技的粉丝，或是你是义卖会的粉丝，明天进行锁定。听到歌曲呢，它真的就叫 Marcy 的这一首 Come。時に気づけなかった。二人じゃないとダメだったんだ。世界の中心にいた君が見当たらなくてさ。そばにそばにいた時に気づけていたら恋人のままでいられたかな。バカみたいに悲しくなることもなかったのかな。この先有一封信，因为这个信啊，他感觉是寄到马克信箱，可是呢，看他已经好像是第二封信了。就他写信的内容，我又觉得他是写给飞碟的牧网飞碟有一点的，应该是常常听到我们在飞碟有一点当中提到马克信箱，马克信箱，所以他就写信来马克信箱。但他应该是属于听广播的，所以我决定要在广播的时候练给他听啊。来自于叶美美，苗栗叶美美的来信。他说：“你看，他第一句写，我又提笔写信给贵电台了。最近啊，很多流感病毒就医，包括我也是中了流感病毒，打了手臂各两边一针，打了一瓶点滴也没有打完，是不是急诊要赶着下班呢？但是身体健康最重要，希望病情赶快好起来，我可以正常上班。突然很想念上班的同事们，虽然平时没什么交集，可是见面打声招呼也是可以的呀。下班就各自飞奔回家。不晓得美美，你到底是想念你的同事，还是不想念你的同事呢？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的身体健健康康喽。”阿修罗，也
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马克信箱，订阅我们的频道叫做上班可以听，我们每周一四会上新片，像今天就有新的马克信箱上片咯，你有听了吗？君の土見れないでセブンのコーヒーだっての温度さめ4月のシティポイント2023 I'm still in Tokyo I never feel home though スケッチブックとは違うよ少年のフレンズを撮った仙台ね未だにねシャビのフェイクアイデアタミとラップも見ないし札をパス引きのマネーモーション少年のフレンズをグッと仙台に未だにねシャビのフェイクアイデアタミとラップも見ないし札をパス引きのマネーモーション So it's good It freaks me up It freaks me up、yeah.Tokyo, I land in the sky I bleed in the night But I do, 骨の輪で Cause I hear the sounds of you And it goes, and it goes And it goes, and it goes And it goes all night And it goes all night It's a situation of time It's a situation of time It's all night Yeah, I'm set upJust to stay around your neck Around your neck But it hurts to say I walked away I guess, guess I'll walk But it
blazing, mommy. Had to put the hand down, now we drinking sake. One sip, two sips, he got me. Center of attention, he love to watch me. I'm at the top, they below, that's that. Get straight to the point, I ain't with the chit-chat. He hear a purr, it's a fat hellcat. If I take him on a ride, he gon' get whiplash. I like it, you love it. TMZ, I want me in public. Hands on me, come touch it. I need the vibes, no need to lie. We overseas like konnichiwa. Made me run it back another time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feels. Nissy 的作品叫做 Feels， 1:26，欢迎你回来飞碟联播网的飞碟一点，我是玛丽。星期一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你想透过 Telegram 留下你的帮帮忙，也是没问题的哟。听到这个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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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跟 Christmas 有关的歌曲来了。道行く人の吐息が星屑に消え、気づいたら君がそっと手を繋いだ。是桑田佳佑，女生是松任谷由实，这首歌曲叫做 Kissing Christmas。帮帮忙，有个忙呢，是我自己随机帮到我自己的。突然觉得帮个大忙，就是呢，之前就是还没住在原本的家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就是以前我家没有蚂蚁，可是那一阵子呢，晚上就突然多了很多蚂蚁，而且那些蚂蚁啊，只有在半夜才会出来乱窜，然后很大群，然后白天又都不见哦。我说到底是怎样？后来想说，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就那个真的是你杀都杀不完，它每天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的蚂蚁军团在夜晚的时候才出征。
我就想说，好，上网搜寻一下，就发现大家对于灭蟑啊、灭蚁啊，都有各自喜欢的东西，各自觉得没用的东西。我想说，好，那我自己随便试一下好了。我好像真的是在宝雅随便乱买的，就是专门杀蚂蚁的一个。哇，我现在忘记它的名字了，但我记得它的品名很残忍，可能是什么灭蚁队，就是那种把蚁杀光光的一种名字。它就是一个有点橘红色的圆盘，然后它有两种很像打针的针管，你要把那两管都注入那个圆盘里面。因为好像蚂蚁分很多种，就是某一种的针剂里面的药剂是某种蚂蚁会吃的，另外一种是治疗另外一种蚂蚁的，就两大族群。结果用了之后，蚂蚁真的不见，真的就不见了，过几天就不见了。现在搬到新家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也都刚开始住进去也都没有，但这几天突然就是我熟悉的半夜很活跃的蚂蚁又出来了。我就想说，好，我再来试试看这个灭蚁盘有没有用。一放几天后，蚂蚁真的不见觉得真好用。之前啊，就蚂蚁刚出来的时候，还会想说是不是我在哪边放了什么食物，或是放了什么东西。后来发现你清的再干净都没有用，它半夜就是有个鬼迹在那边跑。所以你放那个灭蚁盘的时候，你还要想一下它那个鬼迹会怎么样，在它经过路线，让它会忍不住进去吃。如果你家也在为蚂蚁所苦恼的话，可以试试那个喽。组合里面啊，除了有盘之外，就是那个它就是盘，然后两管不同的药剂嘛，还有加喷的。可是喷的我就没有试，因为之前就是家里有养阿拜，有养宠物，就是因为有养宠物，所以关于就是要灭蟑灭蚁要喷剂的，或是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一点绝超有用，可是它都是冻在地上的，都很可能会让宠物吃到，那个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来使用，所以觉得啊，那个盘真赞。送任古游时 Kissing Christmas 就爱点你 UFO Merry Christmas。 ブリキのダンス。持ち寄って反響点沈んだ衝動腹ばい現状一見世間も心象どのように腹目アバターら身体系斜めの現状ブリックと宗教ラルラリトナエロセイナイスからって仕事ここ持ったロケット運ばれ説法シャケスカゼントロカントガオリの情どれどれ震え咲き澄んで身体系欺瞞の延長キュベルのレッドどこらが叶えろ不気味な手ここにあり未成人の目むせびなき機微数返せ遠くに忍ぶ君の瞳をサブの前は駆動でサンスリット駆動系平気で抜いた極を咲かせ咲かせ最強感な相棒を平行無双させんとにまかり濡れた空がガッと鳴らせ暴く戦闘運命線重度に乗った攻めに揺れすなどないさまわれ踊れ暴く戦闘極めぐる罠ぐパッパラララララリブリキのダンス
恐竜体系いつもと進行石物レッドウィンクレードの人パラパラクルーへアバターラハンメイテイ次第にコントレザクショード赤メロバナラマシンデリルが吠えるダクバットギターで張り詰め心臓四匹モンド無にキス桃源郷ドウドウなれアバターラフトへクリシナ誘導アルジナインドドグラグヒワエア不気味な手間こそなり理解など通りなき僕に潜む影の手引き法闇の前な衝動でサンスクリット級の剣だったりくれた日々スタレスタレ左表感な祖母でカプタルの合成度剣真っ赤に濡れた空響け響けアラコボと流星系オートキュンは衝動性ミジリヒットの人はバケルトレ魔爆戦闘9番目が Kino Dance 1:36，你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吗？欢迎打电话给我，或是留言在 Telegram 的群组里面。哦哦，这首歌有一不能播。哦，那个有一就是有时候会有脏话，我们就说那个不能播。I'm not afraid to die.
周末呢有简单生活节，你有去简单生活节吗？很多人听他们的现场开心到不行。来自于 Liven 的 You Are Sobi， 这首歌曲叫做 Billy Billy。Sunday, Monday, I'm a wife who lives the shit of Friday, and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가서와고와래다맘아난데도시대すべて手放せば空は晴れてるかな。なんだってそう見えちゃう世界。何度でも削除して負けてるから放っといて。きっと She know I'm everything I want。自分のこと許して。毎度毎度なんてんだ、この曲だってなんてんだい。決められる負け勝ち、本当私決める価値だい。大くらいで行きたい。なんだってそう欲しくなる世界。でも自分のこと許して。笑えないけど十分だよって今抱きしめられたら愛はこぼれてゆくそれでいいんだこれでく。刚刚听到呢，他在里面唱自信莫奈也没有自信。上个周末应该就昨天啦，就是在我的IG 限动的时候做了12月份的 QA 聊聊天，那其中有一个呢也其实说很多很多都没有回答到啦。有一个在问的是有一些都类似就是没有自信该怎么样建立自信，总是斤斤计较，要怎么样才能放下比较，或者是要怎么样才能成为比如说好像跟你一样啊，跟马克一样啊，很会聊天的人，他也想要当会聊天的人。可是因为这些问题啊，就是我都是太不了解你了，就是你完全没有其他多余的资讯，只说我想当一个很会聊天的人该怎么做。可是你的个性原本是你本来就是会说话，只是说的话不有，你常觉得你说的话不有趣，然后你讲出来空气都凝结，你很努力要讲话，但是大家都不买单，不买你的笑点，你是不会说话呢，还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你是从要从愿意鼓起勇气开口这件事情开始做起呢？你想要当很会聊天的人是哪一种很会聊天的人？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太难回答了。
有时候啊，我会觉得大家好像都很想当那个很会聊天的人。我觉得我想要在一个群体里面一开口，哇，好像引领风骚；一讲话，大家就我哈哈哈哈，这个人每现场每个人都会是这个样子，你怎么这么好笑？可是其实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当的一个，就是你的目标可能就已经放在一个一到十分，你可能已经把它放到十分去了。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偏内向偏安静的人，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个直觉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当一个懂得聆听的人比当一个会聊天的人是还要难的。很多时候其实大部分我们需要的都是一个懂得聆听的人。准备进个整点休息一下喽，整点报时的时候就是提醒大家要起来动一动的时候啦。整点报时之前为你送上 Shino 林小培的新歌，叫做《怨我》。当聚光灯如往常转出，投射在我每一寸肌肤，细数用具装扬的面目，在透支地里和不安共舞，只躲在暗处，忍耐要有限度。那末班车一场的烟雾，是提醒我还有段旅途，等待并赐予我全力以赴，别在原地会抽搐，想再辜负，好炙热，这只能羡慕。愿我还能相信谁？愿我始终有人陪？愿我看见不远处。早已经有人陪，是否用力的撑住，撑过就不需要被保护，一句勉强的祝福，就别再期待我的烟雾，是提醒我还有段旅途，等待并赐予我全力以赴，别在原地。